阿头看到乌流青河，刹那间大地顶沙滚滚，画下金属片演技，一路一滴倒影，地边加上三面大荧幕。五六百寸环绕专场，就像我们现在很流行所谓的虚拟实境，你是戴着眼镜去看嘛？那事实上里面的画面是做一个环场的，所以你眼镜这样走的时候，其实是看到这个视角、这个视角、这个视角。那我们把它放到展演场以后，就是把这些视角全部一口气呈现。你这时候，舞蹈动作穿插着经典佛陀讲经说法的内容，大荧幕的视觉效果随时来转变，贯穿2500年前。时间为古代来到现代，每一段故事都有时代背景来相映衬。有一段是李爷爷的故事，那李爷爷是一个船王嘛，所以我们在环场上就是做一个那个整个环场的海。那比如说乐生疗养院，我们就用乐生疗养院。那里面的影片的部分，当然还是我们大爱台里面的素材去把它做穿插。摄影的科技透过着影片甲音乐。除了成功刺激体验，也强化了说法传话的真实性。台新闻萧志杰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